想吃还得排队等位置。不过以前几乎每盘都是百元，超高 CP 值，现在游客反应是150，好像没有100的哈。随便一拿菠菜就150起跳，单价最高的是这盘虾子300元，一个家庭吃一桌。1000元起跳，300 OK 吗？太贵，很早之前有100，六七个吃1000也够。啊，那个好几年前，我记得好几年前。就有游客上网抱怨要找回每盘100元的回忆，实际现场走一遭，上头价目表也清楚标示，放眼望去，大卷、凡利贝、炒三鲜，不少海鲜都是200元，旁边一整排便宜点，不过是150元。想吃百元也有，但选择性不多，而想吃新鲜生鱼片，得多掏钱，一盘200元有13片，量不算少。高雄旗津这家老字号，过去靠百元热炒打出知名度，这几年物价上涨，价格跟着变化。虽然价格也有清楚标示，但几乎每盘100的高 CP 值热炒，现在只剩回忆。三立新闻黄志忠、赖碧香，高雄报道。